前天在北京电影节闭幕酒会上，微博女王姚晨在感慨《泰坦尼克号》等好莱坞大片票房一路攀升的同时，积极呼吁大家一起支持国产电影。我觉得不管是用微博转发的形式也好，然后呐喊助威的方式也好，或者去参加他们的首映也好，就是还是希望自己也能尽一份力吧。